好啦，今日又系做运动嘅时间。其实我隔日都有做嘅，咁啊加咗 Y ankle adapter 嘅，今日做两式运动，双手撑天同埋左右推掌，每样做八拍。咁咧又好似平时啦，啲衫裤松身少少，兩隻腳掌咧，唔好八字腳，係咁樣向入少少，一個腳趾尖啦，向入少少，咁啊，蹲低少少身，咁啊，先做雙手撐天，向上推嘅時候吸氣，向下就放，慢慢啊，細長深遠。我做一八拍，咁個呼吸咧就根據你個人嘅習慣，咁誒大自然會調整啊，大隻佬可能會快啲咧，體弱啲就慢啲咁樣嚇，咁你就配合自己，咁啊雙手咁樣向上推嘅時候，盡量向頂度推，之後吸氣吸氣吸氣，向下嘅時候呼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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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重新再做啊！吸氣，平衡咗，呼曬氣啦，吸氣，平衡。回翻嚟原始架式啦，跟住吸。